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舞马，是由张凡玉与赵又轩所带来的 MV 双人舞 Shock the Body。 很高兴参加今年度的舞展，虽然练习时遇到许多困难，但还是努力地寻找其他的方法将困难一一克服。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感动，让这些辛苦都变得非常的有价值。我们会继续努力在舞台上展现自我，发光发热。让我们掌声欢迎 Shock the Body。Party of the evil, you got to see it. Let me say,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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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